丸子是我的好伙伴，不对，王子应该是我的好伙伴，我的是我的。哎呀，你们两个别吵了，我是你们两个共同的伙伴。啊，共同的伙伴？是啊，我的宝盖头跟贝尔的女子组合起来就是安全的安，跟白雪的木子组合起来就是宋代的宋，所以我是你们共同的伙伴。那我呢？那我呢？我能跟你做伙伴吗？土和大，不好意思啊，兄妹大宝，我跟你们不能组合成新字，所以我们不能成为好伙伴。那我们的伙伴呢？怎么还不来？来了来了，我来了。黑眼魔王，你是我的伙伴吗？不好意思啊，大宝，我不能跟你做伙伴。为什么？你看啊，我是牛羊的羊子，跟白雪的木子刚好能组合成样子的样，所以白雪才是我的伙伴。这么久了，我还是没能找到我的伙伴，对吗？这不公平！哎呀，大宝，你别哭了，我不是也没找到伙伴吗？是啊，大宝，你别哭啊。哎，我想起来了，牛角怪，牛角怪能跟你做伙伴。太好了，我这就去找他。牛角怪，牛角怪，快开门呀！谁呀？一大早的。牛角怪，快看看我。干什么？你没什么变化呀。哎呀，我是让你看我的字。咱俩可以做伙伴。你看我的生气的生和你的月组合在一起就是胜利的胜啊，所以我们两个是好伙伴。还真是啊。我终于有自己的伙伴了，我们胜利了。对，胜利了，耶！熊妹姐姐，熊妹姐姐，我要跟你做伙伴。小傲妹，你头顶的是一个马子，我们不能做伙伴。那我应该跟谁做伙伴呢？哎，是我是我，小傲妹，我的是个女字，女字旁配上你的马，刚好可以组成妈妈的妈。我们是好伙伴。哈，太好了，贝尔你真聪明。怎么了，熊妹？大宝和贝尔和白雪都找到了自己的伙伴，而你还能同时和白雪、贝尔都能成为伙伴，就我还没有找到。没事的，熊妹，你别灰心，我再陪你找找，一定可以的。哎，熊妹，你快看，长发好像能给你做好伙伴。走字底，好像是。长发妹妹，我们两个是好伙伴哦。啊，熊妹姐姐，你是大小的大字，跟我的走字底能组成什么字呢？是达成的达字啊。对呀，我刚刚都没想起来。这样我们就能找到伙伴，达成目标了。屏幕前的小伙伴们，你们还知道我的宝盖头还能组合成什么新字吗？快发送弹幕告诉我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